行事先跟大家讲解一下，就是随缘，就是随缘，随便聊就随便聊。你们你功课还没写完，那赶快去写功课。对，爽啦！对对对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粉丝福利的时间。等一下抽选，你先帮我听一下声音如何。他们听到了。所以他们会就是等一下在哪里哦？在他家里。没，你们要讲梗哎。那我们在哪里？重新，有粉丝说白玉您好，你刚刚打招呼，他跟你说嗨啊，嗨，是有喝酒吗？你才有那个白，我不知道谁啦，对不起，没喝酒，随便聊，你们问什么问题，疑难杂症，这一次就会完全的帮大家解解套，很会回答，没事，那这边是什么？那么早开哦，我想开就是很随心所欲的那种，挡到木木的脸啊！好了，OK。控制一下，好，安静一点。哎、欸，大家想不想知道？好，别闹了。八玉冷静，粉丝说八玉冷静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有请来宾。先介绍是哪几个艺人来到现场？好，首先有我们的八玉。刚刚大家，我真的 I'm sorry, OK， 就是误会大家了。好，接下来欢迎我们的。有看女人我最大，大家都会知道的。新梅姐。欢迎新梅姐，重量级老蛇女歌手哦，来大家安静，大家老蛇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谁？老蛇女歌手，接下来迎接重量级嘉宾谁？好，哎，你在这边藏起来，大家这样伸讲，不好意思，反正因为我的朋友都是要打破他还是那个啊。自拍好，我喜欢自拍。自拍那个，好，那我们三二一就闪过去。好，三二一，我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，好尴尬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不是我们的嘉宾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他有点乱入。好，安静，我现在很紧张。哎，我帮你弄那个。他们说新梅姐好。新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各位女人晚上好。各位女人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再打招呼了。我们现在快点，现在是问问题时间。今天呢，他们我请到他们来，就是因为他们会帮大家谋取一些粉丝福利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嘎，那个是谁？粉丝说嘎，会啊 ，Oh my god， 会有没有啊？等一下，不行，我们要先开会，等我们一下，开会。没有了，我这好，我刚没听到，再讲一次。谢谢你们，好可爱哦！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还会另外一个团体，你们想看我模仿一个团体？我们再模仿一个我们最厉害那个团体。谁呀？哪一个？好，哎，我模仿一个。好，你们等一下，不行，这个不要，没事，开玩笑的啦。好，他说我差点没笑鼠。好可爱哦，你好有创意哦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还就是有加入一个环节，就是我们可以跟就是粉丝加入我们的直播，我们会与你聊天，这样场面已经失控了。有人加入了，等一下，我们要慎选。可以看，他们要看我们回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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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一下。再好了，你们先回答，你再近一点，你们先。好，有小丽、哦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现在是要来，哎、欸，有人懂我们那种的直播，也不是，这是国剧系的腔调吗？也不全是。哎、欸，你们进来，默默都用什么保养品？皮肤很好，哎，镜用滤镜而已，对，用滤镜而已。默默，对，跟他介绍，来跟大家讲默默用什么保养品，防晒雨，防晒雨哦。我真的很抱歉大家，分晒，赶快去买。怀疑现场有火鸡，我刚刚在以为你的头皮是。你直接指明说谁是有火鸡的那个人。好好，先不要说，从刚刚到现在不知道木木说了几句好了。你看我就是一直好，我们现在先，我们现在先跟粉丝直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不好？但是呢，你们要替他谋一些福利哦。是。哎、欸，又是那个你的专属、啊，他是香港，他是香，是上次那个没有他。我在传送给你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因为你们上同一个人吗？同一个人吗？上实验，你先跟他讲话，安静。好，Hello。嗨。来，我帮他谋取福利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先看，你自我介绍。哎，你是香港人对不对？对，雷猴，雷猴，不要乱说话，是吧？对不起，你们吓到他了。你喷口水，因为你 ，OK， 大家刚因为你没喷口水，你们先，你们先拉某一个福利，好，来外摩福利、欸。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之类，你弄一下。今天只要自己问，可以降低你的体感。好，粉丝来，你不要紧张，因为我也是看了很多娱乐百分百的人。是，你喜欢木木多久了？就是从滴滴我的时候。就从滴滴五二就行，也是啦，毕竟他只有滴滴五二啦。啊，不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比较这边比较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好。所以你想听他，你想听他唱歌吗？对你唱歌，好。他还是想想点什么歌？是想还是有想对你说的话？对，或者我可以帮你录早安闹钟这种。怎么又是自己讲啊？你想要他对你做什么事？唱歌好了。唱歌。那你想要听什么歌？你不要忘记你唱《海波浪》怎么样？你们浪他点。等下，有有有听过《海波浪》吗？我唱给你听。有听过《海波浪》？还是爱情还是不会？没安装。对你讲出心来话。好认真，认真是我唱吧，对不对？你想听什么歌？你想听什么歌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好啊，就是、那个爱情还是会，好，开始。没安装对你更熟悉，只要只要没有，你错过了，看我不能再直播了。Oh my god！ 不要讲那个真话，我说对不起。好，没安怎对你讲出心来？你们一起唱啦！好了，你唱首，你拿首，你要你唱那个 rap， 你也自信那个。To be fair 嘛。哦，对对对。To be fair， 这里可没有路，穿越了山脉和沙漠的拦阻，漫长的思路，别害怕，别退步，为了另一步，实在上不归路。You gilly gilly go， 哩哔哩哔哩吧，没有点本事也得学会先魔法。红色烈火记号在你心中刻下，念念不忘成为你的信仰。Yeah， 别安静一点，你们全部人一起叫会很吵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OK 吗？有没有开心？有笑容满面，有吗？笑容满面。好了，有点荡掉了。希望你会很开心。Have a nice day， 开心哈，拜拜。Happy happy， 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。拜拜，赞中。拜拜。好可爱啊，他，好可爱啊。他看起来，哈，拜拜，怎么把你弄掉？关掉、啊，应该不是安全套吧？不行吧，不行吧，这里了，不是我这个安插，安插，对，为什么总把你弄掉啊？他弄吧，粉丝要安插，是吗？那我们现在下一位吗、啊？你按取，哎、欸，是取消吗？哎、啊，有了，他跳出去了。同学唱唱看，他跳出去，好，换东西，火鸡又来了，火鸡又来了，是我们吗？
我们是火鸡，我们是结束了，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刚刚不知道有没有吵到大家。感觉木木可以跟姐妹淘一起开一个每个礼拜欢乐联播，我们是好事联播网，踩破浪。今天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笑的好朋友黄香玲，你竟然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啦！黄香玲有黄香玲，香玲，你不要在，你要假装在镜头那边输啊！哎，我想模仿一个人，好，谁啊？没有谁，我就想做这个动作，好像连快问快答林木仔。哎、欸，你去网络上面查那个一百快问快答，快点，快点，姐妹快问快答。好，我们现在玩姐妹快问快答。敲碗同学每个星期上目中有人，欸、你真的懂，哎、欸，囧爆，你真的懂，真囧哎、欸，说说完囧，有个囧。有個我知道你们三个坐前面有坐过没有？不要坐前面，他们在想看你啊！他们就想看你。OK OK。木木拍敲碗，敲碗黄香玲，你被敲了，反正敲完。要姐妹，哎、欸，你先进来啦！真的，我们这里有特效，有有有，我现在把特效让给你，那你要赶快进来哦，你要赶快。一二三，等。啊，好红哦！晒伤妆，真的真的有有有，晒伤妆，我就是晒黑了，又给我这个特效，看起来更黑。我觉得晒红怎么不自然啊？为什么那么不玩？这就是特效啊！特效啊特效是谁？好啦，好，今天就先这样子了。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跟我一起直播，你们自己用那个加入的，好不好？敲碗同学唱《恋爱思路》，你们会唱我的歌吗？有给你给你歌，给哔哩哔哩吧，那那那什么？你这是魔法？小 class OK， 加什么？一块小电工。Matter matter， 我们算中十分。好，那先来一题，快问快答。来，第一要求的，他说谁最爱讲场面话？你。等下，因为我们用纸的啊。我说三二一就。我们三个，那你们一个人要在上面。好，不是玩这个游戏吗？我讲完，我讲完三二一就止哦。好，直接谁最爱讲场面话吗？好，来喽。我讲啦。好的。快点。谁最爱讲场面话？三二一。其实也不是场面话，是他比较圆滑，就是他很会处理事情。是。下一题。没错。不好意思，腮红可以先回来吗？我可以先送他。好了，好，可以回来了。好。原地驱到啦，他叫我们原地驱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料李长，他不是这个、啊，他感觉蛮……哎 ，Jenny 啊，有 Jenny，Jenny 要不要一起？啊，下面是你哦，下面是我吗？传送的是吗？啊，是嘞，对，是的。我知道，好，对，我们先关机，有点关，有点突然跑。好，又有一题，好，又有一题了，好。我讲喽，好，谁交过最多男朋友？一二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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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情场高手是他的手段。我跟你讲，当然他去那个一些晚上的店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夜总会的时候，就是你知道，太浪漫，超黑。木木喜欢吃什么？一二三，一起说。好，等一下，好了吗？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一个答案，你们知道吧？你们知道，你们他最爱吃什么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以。木木喜欢吃什么？一二三，冰雨。他们骗人，他们骗人，点点快乐，偶尔吃，偶尔吃也没有吃，想吃就吃，就是当零食在吃。谁最幼稚？好，已经当一二三的人，你先把等下先把腮红拉开。我怕你们腮红。谁最幼稚？一二三。你说、啊、你怎么说幼稚吗？那有粉丝要求可以用国剧相自我介绍吗？好，另外你，哎、欸，那我们为什么是我？我不会，每个人轮流。对，因为我们国剧腔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会需要一些尖字，尖字就是团字，就是还是我们就用尖字，然后讲我们的那个。节目名称，他就说自我介绍啊，粉丝要求的，还是你不会啊？例如可以拍他进来啊。例如大家好，我是烈焰之心的木木，就是
大家好，我是。等一下，会不会有真正的国剧人在？然后就说搞不好我们在乱弄。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国剧是很优秀的东西。对啊，杰哥你来有个题目了，谁脾气最好？一二三。就跟你讲，他是很圆滑的人、啊，是，所以很好。又有一题了，又有一题了，谁的额头最高？一二三。哎、欸，我也很高、欸。其实我也蛮高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暂停。我要、欸、我们的小咪咪头，台上让大家截图。我们都是咪尾，我们都是咪咪头，都是咪咪头。哎，好，掀起来，掀起来，一二三，掀起来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掀呢、啊？凭什么心机女啊？好啦好啦，算了，你不要让他掀啦、啊。不要不要不要！现在很丑，是不是？有粉丝问说谁最三八？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、嗯、是那个九唱九唱。有人说可以各自带来模仿，让我们猜模仿什么？我会模仿那个啊，最会模仿那个啊，谁？刘希勇。他们哪知道刘希勇谁啊？拱棍啊，拱棍是什么？我想看拱棍啊，我模仿的最会模仿不是刘希勇。我知道，我有人问一个谁异性缘最好？异性缘哦，当然。可是我们这边有一位异性哎，我们这边没有异性缘最好，可是有一位异性，就是他，他长得很像那个那个，嗯，就是那个、啊哦、大家都知道，对，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谁说的笑话最好笑？这很难，我们反正我们大家笑话，我们是讲，因为我们走，我们走喜剧节奏。好，谁最吵？请问可以复选吗？不行不行，就最吵最啊！好好好，谁最吵？一二三，他是你们说的火鸡啊，他就是火鸡那个刘基宏。来，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名那个叫宗仁，他今天生日太棒了，宗仁宗仁生日快乐。中人，嘿嘿，中人，嘿！我说中人，中人，嘿！中人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花玉可以唱歌吗？花玉，花玉可以唱歌。我跟你们说，花玉的强项是在细致。啊！我一直以为，我一直以为是舞蹈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是戏剧之后哎、欸。哦。可以，谁笑点最低？一二三，他啦，他什么都在笑，笑笑笑，默默整个屋内，屋内他屋内 ，every day 都这样。李佳颖屋内了，明天目中有人有木木，他木木当、欸，你们想来吗？目中有人，谁岁八加九？我知道，谁？一二三，我吗？我跟你们说，因为我之前国中的拍照都这样。哎、欸，我们一二三题本来是个国中妹啊，不是说现在国中妹，就是我们那个时期、哦、那个流行的手势。一二三，再一个一二三，再一个一二三。对对对，反正以前大家都会有这种颈流露。谁、哦？我跟你讲，这题真的，快点，你这样有没有带？他说谁的化妆包最脏？有，我有带。你寄给大家，大家大家，我帮你们谋到福利了，粉丝福利来了。我跟你说、哦，因为通常漂亮的女生化妆包都超脏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好啊，整个无聊了吧？哼，你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，你先打开你的化妆标。可是应该还好吧？你跟大家介绍、啊。我跟你们说，林伟妮的什么刷子都用同一。不是，你们近看，我长灰尘了。没有长灰尘。没有了，排列整齐。刷子的花，刷子区。对。啊，这个。这边有人对尘螨过敏。尘螨过敏，尘螨。我要盖起来一下。开会，开会，开会先。哦，好，没有很高远，很小啦。我被这个呛到。好了，非常整齐，是整齐的，对，就是按排列。谁最会演八字？嗯，不用想就知道谁最会演的，哎，好了吗？好，好了，来，你回来。这化妆包其实也没什么好。你做成是你没关系的，我做成高高的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遮遮一些东西，遮一些东西。好。谁的癖好最奇特？癖好什么意思？这样的癖好啊，癖好 啊，我知道，我可以讲那个癖好是可以讲的，哪一个？就是之前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他很喜欢在半夜三点的时候夹，
哦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刚刚跳有些灯光的那个。好好，继续讲。木木的癖好就是他很喜欢在晚上洗完澡的时候，然后洗完澡通常都半夜三点了，然后都喜欢把他的头发在半夜三的时候夹成波浪卷。不是这样吗？很好笑吧？对不对？他们说要突袭木木的包背包，我很容可以啊。那你给粉丝福利一下，你可以福利一下。你那些东西都要拿出来呢？哎、欸，不要乱讲哎，很好笑、哦，谁讲的很欠打？我知道这个答案，我知道，知道。为何木木感觉最成熟？因为他，因为我现在有偶包、嗯，其实还好吧。我算四个，因为我算是偏后中后。每个人好，你先讲一下你最近在追什么剧、欸？我最近真的没在追剧哎、欸，因为真的。哎、欸，你要红了，你要红了，有粉丝吗？你要红了 ，Jessica 59485948 7。哎、欸，你真的超有创意的 ，OK？ 不要啦，你们要看林慧妮的，林慧妮的包包拿给大家看，可以吗？还是你聊一下你最近在追什么剧也可以。来，我最近。没有在追什么剧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推荐大家去看一部剧，叫做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哎。小鱼，好东西，大家不好意思，就是很少女心，很好看。你说那什么韩剧吗？不是大陆剧，它是甜宠剧，它像高阶微微一笑的那种。微微微，大家有看过《微微一笑很心甜》有吗？你们看过？哎、欸，我觉得陈芊芊比《微微一笑》还好看一百万。当男人恋爱时，你们有哭吗？各位姐妹，我大哭特哭。你说说看你哪个脸哭？哎、欸，不要这么暴雷啦！啊，暴雷了，对对对，很好看，我要被火鸡笑死。是我吗？是我吗？还是吴品轩？哎，好，还是新梅子，好喜欢。哎、欸，快点，还是我们一人笑一次。好。笑不出他们的舞，好吧，算了。真的超好看吗？你们跟我直播啦，感觉很好玩。他们吗？好、啊，不然你跟他们。好，那你现在看怎么看、啊？请大家直播加入直播。你真的很少，我跟你讲。怎样啦？我就跟你们说，我头冷。太成功了！这个人叫蛮贱，我平常。哎、欸，你们轮流来做一些很奇怪的事。好，我平常目中人是不太会跟人家连线直播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家连网络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家连网络的时候总是弄不好。你们懂吗？任性吗？我们看，我说我们任性。风水来的神。反正就跟大家聊聊天，后面是在 hello。哎，为何发型都一样？在搬什么？我们喜欢吃修，因为我们喜欢吃修。我喜欢吃修。在找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人说后面好，现在好笑了。你要骑车什么？干啥干啥？来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上车啊！哇！后面哎、欸，后面很哎、欸，不会。我在等啊！我们先去轮流给我惊喜。你们先，我今天目前他有点赢哦。哇，好啊，我输了。好，终于，好，走开了。好了，停，回归正常，破坏了人家的家。哦，好累。今天其实是因为他搬到新家，所以我们大家就是来这边玩。黄香玲在后面。萱。好啦，木木好像是最重要。哎、欸，你们哎、欸欸，谢谢，看他们说谢谢，谢谢。你们看，这边有一个留言，他说什么？支持八玉 C 位吃到，哎、欸，被八玉圈粉哎、欸，叫他啥地方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黄金人，黄金人，你脚好窄，你脚好窄，好看点，好看点，真的好看厉害了。火鸡，好好笑，好多我的，好多我的粉丝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就是大概说新年快乐啦，新年快乐。会太沉重的道别。好，黄粉，我要这样。我好像金一样的吹吹风机，笑死！你要不要再跟最后一个换？可是他们都不加入啊！你们有人要加入吗？你们加入不是因为会很好玩，因为。我真的很少跟人家
因为如果我一个人直播，我不敢跟人家和平，是，我不敢跟人家，就是我不想跟大家连线直播，你们懂吗？所以你们一定要赶快。黄香玲是黄香玲，对啊，为什么我一直认识你啊？黄香玲，哎、欸，小李来后面这边玩，快点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有人有人，你们了，你看一下有两。Cutting， 你是 Cutting 吗 ？Cutting， 那我们就看可不可以连到 Cutting。Hello Cutting， 我想玩，正在等待。那叫我来找你。Hello Cutting， Where are you fast？ Oh my god！ 哎，你是小朋友吗？是小朋友。Hi， 你先冷静，你先冷静，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，你跟我们打招呼。对，好啊，Hello， 哎、欸，可以问你目前贵庚啊？几岁？几岁？几岁？六，十六。六岁？十六？我要睡觉了，你要十六？十六？我想说六岁太困难了。十六岁是国三高一吧？国三高一，高一，高一，高一啊！你来自哪里？高雄。哎、欸，高雄了，高一班，哎、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位粉丝，你看到他好像笑得更快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就问你，你什么时候追踪我的？就看《弟弟五二》的时候，哪一集？有点忘了，赶紧逼他了。好啦，谢谢你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你有没有什么愿望？不要我自己主持这种事。好来，因为今天你就是万中选。万中选优，所以你想要木木的什么福利？福利？要帮你录一个早安铃声吗？我可以喊你的名字。起床喽！你要怎样？你要怎样？就我也不知道。或者是给你一个祝福的话之类的。还是你最近有没有就是段考很累啊之类的？我这样子亲口之外，我还这样子有影像的。也不会到写考卷，我还这样有影像的祝福你，要不要？好、啊。那你最近有没有在忙什么让你压力很大？有什么会觉得你需要被鼓励的？比如说想跟人家告白啊这种，还是你要我帮人家告白？不要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给他鼓励的话，然后最后给他一个飞吻。你看这边，那我们一二三一起说，凯婷，凯婷，凯婷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的，你说啦，你说你想想你的，他是想你的，不会尴尬，你进来。那我们好，帮你们当话外音，小声的。开始，凯婷，凯婷，凯婷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可你可以帮我，你可以自己帮我按退出吗？因为我弄不好。我按这也没有办法按。啊？那是要怎么弄了？哎，你知道怎么弄吗 ？IG 整个划掉再重开。不要这样麻烦。哎，我看你的桌面了，是一个弟弟。对不起。上面那是吗？是吗？一起出发，拜拜。我蛮聪明。然后再来，还有，哎，这个很正哎，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好，他刚刚说他那个啦，你的粉丝，对我的粉丝，他想要被圈粉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 ，Jessica， 嗯，拉拉正在等待 Jessica， 我知道，我可以在后面坐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 ，Hello，Jessica， where are you？ Hello, I'm fine. Hello. Hi. Hi. 你听起来，我还没吹头发，我现在长得好好笑。哎，你是不是小朋友啊？对啊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十二岁。十二岁？十二岁是几年级？太早了啦！十二岁是几？国小六年级。六年级。哦。最近在学什么？最大公因数、最小公倍数吗？那个好像五年级教过。真的？好啦，你最近有什么需要我们这样子粉丝福利的吗？就是四月中的时候要考期中考了。哦。四月份要考期中考，这一次最让你觉得很难的科目是哪一科？你跟我分享一下。社会。社会，对，社会，社会好像就是要背，对不对？对，
那你要加油哎、欸。那我们一起减少滑手机的时间，然后我们把多一点时间放在被社会。好，那我们一二三一起说 ，Jessica 断考加油，一二三 ，Jessica 断考加油，拜拜，拜拜，耶，谢谢，八日我喜欢你。小编是谁？好，要再来吗？有人说要开监工，第一个很正哎、欸。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们在这样的时候，这个好了，这个我好像没有。好白痴哦、喔！听说它很漂亮啊，太漂亮了，很喜欢。真的，最后一个喽，最后一个。Hello。哎、欸，不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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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妈妈来，我在。Hello。好可怕哦、喔！我换位置。没关系，我妈很稳定。我妈在楼前面。不羁不虚，不羁不虚。哎、欸，有人爱数八日了。爱数，你被爱数了啦。Hello。嗨。你几岁啊？十四。啊，是十四岁。我的年纪长都挺小的。对啊，你是他们的梦想哎、欸。欸、我同学在看，你同学在看，对啊，因为你加入之后，你的朋友也会都会看到通知。对，你有什么想要默默达成的事吗？他今天可以帮你完成愿望。是，我想想，没关系，慢慢想，你可以。没有 ，OK， 拜拜拜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那他觉得那他尺寸，我问我同学。你问你同学，不要紧张，你的酒窝很可爱耶。他是国二哦，对，国一。哦，你来自哪里呀、啊？屏东。哇，屏东。陈又成，救我！酒窝很可爱耶。没关系，他在求救他的朋友。但是你最后只有最后三秒时间，一二三，拜拜。截图，谁要成截图？谁要成截图？他跟你截图啦，你跟他好，好，开放截图，一二三，嘿，截图一张。耶、yeah, ，这是我现实。陈又成有截吗？没错，陈又成。好，谢谢你，好谢谢你，拜拜。那继续截图，帮我截图，不陈又成。他有截图吗？没关系啦，还是再给我机会一次。还是你自己截图啊？哦、你看你自己截嘞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哦，最后一次，不然你帮他截。好，你等下密我，我传给你。是这样子的，对。好，来来哦。好，黄山你走开，黄山你一起来，一二，黄山你不一起，一二三。好，他有截。好，谢谢。那你等一下再私讯我，嘿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了，真的真的，有一个后援会，好了，最后一个，真的是最后一个，这真的是最后一个，就是使用最新，哎、欸，你不、欸、你要更新哦，你要更新啊，那个 fans， 摸摸1808 fans， 你要零八，你要更新，不然我没有办法跟你直播，它上面提醒我的，没错，幸福的气氛哦。对呀、啊，明天有木头人吗？有，明天要准时收看哟。木木的朋友有不是疯子的吗？哎、欸，是什么话呀？哎、欸，你真的很会说话哎、欸。我们就是小，我们就是小小疯子好了，我们是小疯女，小疯女，小女小编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好像有，他们要那个，可是你们要更新，你们要更新哦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那个。你们要申请应用程序、哦。哎、欸，这是很好的那个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这个，我跟他好，真的是最后一个了。可是小编还没跟你弄到哎、欸，他也都不行。那、啊、你要先把取消他的哦，懂了，懂了。最后一个，我好了，我下次来他们玩再那个，再跟大家。最后可以卡尔卡尔。最后一个、哦、真的是最最最后一个。哈、嗯。我先穿一下外套。他说了，我以为，我以为对，然后吓死你。是不是那么开玩笑、欸？你是大学生吗？
我不是，我是高中生，高三。哦，我以为是日本人呢。不是，我是香港人。香港人，哦、香港的朋友，他在香港哦。哪一区啊？香港区。香港的哪里？哈？香港的，怎么说？离岛那边吧。好可爱、哦，好可爱哦！笑起来很可爱。你也是因为滴滴五二的吗？对，滴滴五二。哦，你看，我说那个台语朗读比赛，老是爱说笑。我是看你那个，你大脆狗的，你追踪我多久了？就从滴滴五二开始。谢谢，谢谢你，你们跟我一起这样。一二三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会一直支持我。好，我念一句喜不喜欢？好可爱啊、哦！那你也想跟他截图吗？还是你有什么愿望？想要截图。好，大家好好弄一个截图，走开。那我们截还是你自己截？那我帮你截，你等一下密我们还可以聊天。好啊。好，来喽！一来喽！一二三，嘿！哎，没按到三。再一次！你有什么他想要他比什么？好，是不是很专业？很专业。你想一个独特的手势给他比，属于你的，属于对，比如这样，这种，或者是我跟其他粉丝不会摆的那种。对，你想一个。太难了吧？还是我们一起这样？你也要这样？你们一起做这个。还是没一起做挖鼻孔的啊？他没有做啊，他没有大是不是？啊、一起这样。好了吗？哦，他很拍摄的上很可爱哦。好，对对对，好，可爱，一来哦，一二三，哈，耶，好成功哦！哎，真的很谢谢你，因为我每次，可爱 feel，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每次只要知道他不是台湾的粉丝喜欢我，我都会觉得很感动。嗯 ，Oh my god， 温情时间，不只是被台。感觉木木有很多香港粉丝，感觉木木有很多香港粉丝。谢谢，我每次收到来自香港的信，我都会觉得很窝心，因为他们感觉真的是远端送来的海外的邮件这样子。也欢迎你寄信给我，我会回信。嗯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你要加油哦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拜拜，拜拜，记得给我拿照片，拜拜。好的，对呀，对。感觉他很开心，对他还很可爱。好啦，今天节目大概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我不得不说，你们在的时候，有时候粉丝人数比木总人多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很厉害。对啊，好啦，谢谢大家。有点像 Jerker， 然后划一下最后的留言，记得要去买木木保养品哦。没有啦 ，Be Arrange。啊，拜拜！今天怎么突然开直播？因为他搬新家，我就想说来了。我其实想要后面那些女生的 IG。哦，来这边，拍谁了？拍谁？你先报，你先报，拍谁了 ？YAZ 啦，他想要后面这个女生的 IG， 你说这些吧，这些吗？他想要你的 IG， 你可以给大家 IG， 你是想要这个女生的 IG？ 他是他的 IG 是什么？你自己念 ，ZHOUPEI 0210。最好记得起我是 Rebecca I B C C A W U U U。换你，你们的八玉 Y A Z。还有人说潘永祥怎么不在？你的 I G 先报出来 ，Y A Z 底线 S H A N， 后面就是黄香玲，怎么搜都搜得到。对，反正就讲。然后最近我们也要颁展了，也快。这个人怎么知道潘永祥了？还是他是潘永祥的朋友？哦，真的。他去忙一些。追求梦想，很棒的事情。大家要帮他加油，真的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你真的缺到那 Jessica， 反正不得不说，就是我们最近也要忙颁展，就是要忙毕制。然后有时候目中人可能偶尔会停播，但其实我不是不想你们，我也很想要一直跟你们互动。然后我也因为很忙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好好的发 IG。但是其实我还是一直很想念大家这样。对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平常我们会出道，不是喜欢我们，想要看更多他们我们私下的现实动态，就要去追踪一个粉丝专页叫做 Chinese Drama 46。
啊，里面就会有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啊，是来我们这边排练。但是我们现在的票已经买不到了，因为已经全部售完了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们还是想要支持我们的话，追踪我们的 IG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。追求，粉丝专业也可以帮我们按赞按起来，这样子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谢谢啊！如果你是一个家里有开厂商的大老板，欢迎私讯我，跟我合作互惠。是。是。好，拜拜。Okay. 再见。应该没有什么害我很害怕的人。许芳玲老是在看呢、欸。那你怕是要睡觉吗？拜拜。假的啦，他假的。哎、欸，要那个什么媒体联防拍照哦？什么意思？白宇，拍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拍照，因为有些粉丝要截图哦。你在上面呢、啊？你上面你在这里？我吗？是不是燕轩？哦哦哦！我坐哪？媒体联防。换、嗯。我就可以这样吗？好，拜拜，再见，八八许芳玲。